是我最常做的一个早餐。鸡蛋、avocado、面包，还有点胡椒。开张。大家，我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hotdog 包，然后要用的材料是这个手抓饼，然后还有这个小小条的这种 hotdog。这个饼我们等它软一点再来开始卷它，把它切成四个三角形。现在是这样。片然后再准备一个蛋黄给它上色，然后再撒上一点黑芝麻装饰。等烤箱预热好了之后，就可以烤个200度，烤20分钟，然后烤它变金黄色就可以了。超美的，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面包真的很简单，准备的时间大概也不用到5分钟，然后试一下。用这个。Curry powder, bubbles. Tonight, eat curry chicken. 里面有鸡肉、potato、矮瓜、豆豆。今天这个日常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跟订阅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